字典里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我从没放弃过音乐，因为唱才会赢。上课没事我也会唱歌，下课没事我也会唱歌。多少次唱歌比赛我都不轻易放弃，唱多少次我都愿意耶、yeah, oh, oh. 好的，近年来歌唱人才辈出，师傅内必有芳草，当然也少不了芳花。今儿个群英汇聚，卧虎藏龙，个个准备周全，杀气腾腾，跃跃欲试，摩拳擦掌，蓄势待发。那么我来介绍一个人，他很会唱歌啊，集同学好友、球友、桌友、牌友、战友以及损友不益友于一身，时常用他的歌声来道尽人世间各种有没有的陈志光。耶哈喽各位时间的朋友还有三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是来自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的陈信华、哦、我主修二胡，但是我今天不是来拉二胡的，我是来唱歌的。好、哦，讲到这个呢，就是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没有人在听你讲话，因为你旁边那个人，你看看他，没讲戏哦，他一直在旁边扭动他的脖子，你知道吗？他是你的谁？他是我的同学。哦、oh, ，好同学，好同学，哎，我真的知道我们节目为什么现在收视率越来越好，因为完全不知道下一秒出来的人是什么咖。从刚刚的小蛮腰热舞到一个古人来说相声，掌声给他鼓励一下。他虽然只是个引言人哦，其实他也很卖力在唱，哎，他那个耶，他的 ending 也收得很漂亮。但是你真的可以到旁边去了，来让信华继续。好，回归正传，就是呢，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呢？当然是有人帮我报名嘛，对不对？然后帮我报名的刚好就是我们实践大学国乐社的，还有我的好朋友们 ，Hello， 嗨，谢谢你们，对，欢迎你，因为我们知道您也是一位老师级的人物啊。啊，对，没错，就是国乐社跟我的渊源就是，我是他们胡琴组的指导老师。你在这个实践大学当指导老师，哇，好，欢迎你来哈。谢谢。好，那么今天你要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歌曲呢？好，我带来的是戴爱玲的《爱了就知道》。哎，很正常的歌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帮你推荐呢？感觉很跳痛啊。这是个爆点。现在的老师，他们都好特别，都是哦，曲家瑞 style， 不是玩社团吗？好，明白、啊、明白。好、啊，期待你的爱了就知道。来，掌声，请开始。谢谢。就读中国音乐系的陈信华，又兼任社团的二胡老师，音乐底子极为深厚。今天会站上这个舞台，也是由学生极力推荐。到底他的歌唱实力是如何呢？
样，我们都一样的笑容。不必先祷告爱了就知道、哦哦、用了真感情留下回忆变成美好，不相关警告爱了就知道，感受所有的过程才重要。身为男人你不要、哦哦、比我胆子还要小，有感觉就该让我知道、yeah. Yeah, 谢谢。其实幸好我还是蛮喜欢你的声音，但我这个叉是要提醒你，因为我发现你比上一位更像声乐的出身的歌手，但这不是不好，而是你控制那个轻重缓急还有高低音有点突贼啦、哦、但是我相信是因为紧张不小心锁了喉，天气又冷对吧？对，这时候你就说对。其实老实说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主修二胡，但我副修声乐哦、所以听出来了嘛哈、啊，但是我觉得修什么无所谓，谢谢，而是说你的控制力，你唱歌会忽大忽小，但是忽大忽小是 OK 的，可是你是那种忽然间变这样子的，你懂吗？好，就你回去可能要录下来你的声音，自己听一下。嗯、好、哦，所以我这个差不是代表你不好，是一个善意的提醒。Yeah, 进、哦、那个叫什么？那个进步的空间 ，right。哇，你讲话也很有爆点哎，蹦！好朋友嘛，好朋友是少跟他接近了，你被影响了。好，哎，两位一起来。对，我觉得你每个人听的音乐其实会影响到你们在音乐上的表现。然后的确，这两位你们的声音都很好，唱的也很好。但是尤其像这首歌有很多 R&B 的转音，其实我听起来就觉得它很奇怪，但奇怪里面也会有你自己的特色，所以我建议你们在选歌的时候可能要再多斟酌一下，或许太绝对的曲风的东西对你们来说不见得是优势，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你们在音乐上的底子是可以帮助你们在比赛上拿到更好的成绩的。谢谢老师，恭喜过关。谢谢。戏了啦，对不起啦，好啦，就然后奇怪，你没有被扣分啊，好神奇的，怎么这样呢？对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人那么怪，太棒了，果然，果然你，感恩呐、啊，谢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因为我还有我要当歌手，谢谢，下一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阿勇。Hello， 各位实践大学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三位老师好，我是阿勇，因为看得出来我很勇，可以搬出 TWAS，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金牌麦克风试唱。然后，其实我要感谢昌宪哥帮我报名，对，然后也要感谢就是台下可朋友很支持我，然后神秘嘉宾正头的林宇轩。今天有很多朋友来帮我，在后面，在哪里？在后面。他是你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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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头里面哦，最漂亮的女主角啊、哦哎。没有是是没有没有，他就觉得她不漂亮。你干嘛帮他否认？谢谢。好，你感觉很紧张的？没有，因为我有点没有人跟我对话，我会很无聊。每一个选手出来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呢。真的吗？而且你不是在驻唱吗？驻唱不是常要自己串场吗？是要自己串场，可是我刚刚有点话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没有。你比上一个算少的了。真的吗？那个还来一段相声。好，为了要证明你有多勇，我们请昌宪哥出来拿一下这个 trust， 看看他拿的有没有你拿的利落这样子。好，不然好像这是一个塑胶的，或者是宝玉龙做的嘛，对不对？好，昌宪哥，这个其实不轻哈。哦，把它当哑铃曲，哇！其实我觉得真的，你别打到，这还好，我觉得还好。好，那谢谢昌宪哥啦，真的搬回去。
谢谢。我要掌声。哎呦，夸下口令哦，阿勇阿勇啊，哎呦，加油！所以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帮你报名？其实我们之前在友台的那个台语的歌唱比赛认识的，然后、哦、对，了解。而且我会搬 trust 的原因，我要谢谢赖明伟，这个名字是赖明伟取的，对，因为他觉得我很勇，所以可以这样子。哦，叫我阿勇这样。好，接下来我要欢迎我的吉他手。还有啊，对，我今天要欢迎我的吉他手是米先生的小 B。来，靖淳，那你到底要唱什么歌嘞？接下来我要带来张克凡的《寂寞轰炸》。好，加油，请开始。平时为驻唱歌手的廖靖淳，外号阿勇，今天仅一人扛起 Trust 走出舞台，想必力气一定非常的大，肺活量肯定也不容小觑。而歌唱比赛经验丰富的他，今天是否能用真实力征服评审呢？轰炸，被寂寞轰炸，把掩护的心围墙震垮了，就露出心事，明明麻麻说话，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根在家。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才窗面会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往你拥抱着手，只觉得胸口暖和了。谢谢谁？三剑哥，三剑哥，你的屁股挡住我了啊！不好意思，放进你，恭喜恭喜恭喜！但我觉得你的声音是蛮稳定的，尤其是跳这种有点节奏的，然后用一个 unplugged 的方式呈现，然后其实你的声音其实是很有潜力的，你可以多发挥你声音里面的不同的音色也好，特质也好，多多练歌，这个是很重要的。谢谢老师，恭喜过关。谢谢谢谢谢老师。下一位，我们背对背拥抱。